哇，这个音乐很吵人呐、啊！这里是兴国县的名人岩，是一个展示历史名人雕塑的主题公园，位于兴国县练江镇背街16号。这里有名人的雕像。名人岩不仅展示了名人的形象和事迹，还反映了兴国的历史文化和红色的由来故事。兴国是溢满中国的江津县，也是赣南18景区之一。如果你对兴国的历史和名人有兴趣，也可以来探究哦。大家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还在这个江西的一个县城里面，大家看看这边一些老年人在这边唱这些歌啊，这些民歌啊。那边写了什么？老年大学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什么书法那些。我们再走走吧。
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甲山这边了。这个甲山这个做的还可以吧？这个水好像是没有流通啊。那边那个石头做的石头也坏了，坏了一个洞。大家看看，你们看到这个景色还是有一点美哦。好吧，那本次我们就先到这边了。